新的最地道的美语。我们今啊，我们今天在学北京的白粉在未来想看什么样的 OMG 美语节目。其实我希望白老师在未来能多多教我们 slang。因为我觉得一个词往往代表很多意思，比如说我比较生气就是 cranky。 因为我是一个学生嘛，所以我平时在写作文啊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些 slang 老师可能不让用，所以我希望在 ONG 美里面可能加一些更多的 idioms proverbs euphemisms。 然后也希望白老师能告诉我们这个 slang 从哪里来，比如 rain check，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然后自己一套学口语的方法，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学英语的，然后有几个美国的朋友，然后经常打电话或者聊天什么的，然后学到了特别多。然后本身我自己在大学四年看了很多的电影，然后也看了很多的美剧，像 Friends, Gossip Girl, Prison Break and Big Bang Theory recently. So enjoy yourself during the whole English learningprogress and good luck. 还有一个意见就是希望白老师如果有时间最好把 English divided to levels because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English. 大概看白姐的节目有三四个月了吧，我从朋友那里看到的，然后看了之后我觉得你这个节目特别嗨，然后那个每次就是看完之后，我原来觉得学压力、学英语压力挺大的，现在我觉得一看到你的节目就会特别放松，然后那个就感觉学英语也没那么复杂了，而且从你的节目里也能了解到一些美国的历史，还有那个一些那个比较那个美国的那种口语，然后特别喜欢你的节目，然后特别喜欢你的微笑，还有哈哈一乐那种的，就这么多吧，以后一定要努力向你好好学习，把那个美语说得非常地道非常流利。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OMG 美语，我们明天见，拜拜。